大家好，我是白梅。珠海骑行青海，改道堆黄，目前在那个甘肃会宁县境内的60里铺，我是从20里铺那边跑过来的啊。先是那个60里铺，不是前面买的那个快递没搞明白吗？现在呢，就刚刚啊，一气儿又下了7、8件快递。没有办法，这就只能走一路买一路，有时候这快递它来的不是很方便啊。今天那个天是个阴天，不过温度还好，没有特别冷。好了，现在我要把我昨天拿到两个快递先拆开，看一下鞋子。哎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感受一下，这是那个靴子，这鞋不行了啊！感受一下，哎呀，行吧，能穿上就行啊，这还行，看这目前这质量。不够高。还可以，可以。我得比你的高。哇，不要那么高，你那个太高了。穿鞋不穿高的。还有咱们现在看看咱的手套，不要让我感觉太差啊，因为现在天越来越冷了。我不要太厚，太厚了，太厚了会影响那个的。行了，玩手机，别对付，可以了。现在呢，我的快递买到前边，过程一阵了，慢慢的等就好了。既来之则安之，一定要把所有的东西准备好以后再说。现在不把这些东西搞好，前路会特别的难。吃饭啊，饿了，稳稳的做顿饭。一会儿往前继续出发，小青菜，现在呢有炉子，炒菜就炒得多一点啊，生火喽。这种柴烧起来可爽了，这种柴烧起来特别的快，火力还足，开整。哎呦我的乖乖呀，小白还没吃饭呢，小白还等着我给他喂他呢。小白你等一会儿啊，等我先吃啊，我吃了再整你，这会儿没时间整你。有朋友，很多朋友说这玩意儿怎么往里倒，再演示一遍。上次说天气热，这次呢我们来看一下啊。看到没有，我觉得这毫无压力。不想出来是真的，但是不要对付，看到没有，还能说他出不来，我就从来不相信说这玩意儿出不来。哎呀，猪油炒菜香喷喷，大火，火给力，锅给力，人也给力，简直了。哎呀，大火就是给力。左右就差一个葱姜蒜，就差一个酱。哎呀，美滋滋啊，美滋滋！哎呀，不要想着炒这个要干嘛呢？
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，这东西不要酱油。哇，满满的一锅。筑底起来，调料往干起来，这一锅菜，吃的饱饱的，对，哎呦，我都装不下了都，哎呦。好了，做好了。看，冬天吃饭就这样，柴火炉架起来，小菜磨得咕嘟咕嘟的。哎呀，再吃点。不吃。我再尝一下。冬天吃饭就是这种感觉，小火咕嘟咕嘟的。对，就生火，还有个大冬天在野外，自己有锅菜，热气腾腾的，简直不要太爽。吃完饭慢悠悠的收拾东西，我先挪一挪。一会儿去搞点肉，吃炖菜必须有肉。现在距离静远县城应该有70公里，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，再见。